救国团婚礼同委会交接典礼今仔日隆重举行，下任的总干事马天明将担当交予新任的卢林通，希望会当达成邮政单位甲出国旅游的共同愿望。提醒未来邮递线团委会团务能够蒸蒸日上，交出更亮眼的成绩。马天明来婚礼服务拄好满两年，人来服务热诚，为人处事非常受到地方各界的肯定。虽然很不舍，但是也觉得很高兴，因为马总这两年来在云林的服务，他的热心，他的那个各方面的，为人处事啊，都受到大家的肯定。今天要调到云南，除了替他感到高兴，因为离家越近了，那么现任的总干事，我们也欢迎他到云林来服务，因为云林是温暖的。那么我本着以往一日救国团、终身救国团的精神，我想我愿意继续为我们的团来做事。婚礼同一会主委 Cosmo 会长表示，马天明两年的总干事任内，锻炼1073位义工，在婚礼专管从事各种的公益服务，两年来已经服务超过180,000人次，绩效相当优秀。我们所带动的活动啊，参与的人数高达180,000多哈，180,000多，这两年都来，我们办了很多的公益活动。我们所有的全体的志工，1073位的志工啊，可以说在全县的每一个地方举办各式各样的活动，我们创造了180,000人次的这个所有的参与人数哈，这是一个非常辉煌的成绩。对新任的总干事卢林通 ，Cosmo 也肯定伊过去伫其他县市的服务绩效。李仁通，虽然他离开南投有一段时间了，但是南投的还是跟他的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这个关系。表示他在任内也应该是表现得非常的优秀啊。新任的救国团总干事卢林通，政治大学硕士的学位，民国1977年开始进入救国团服务至今，经历非常丰富。记者余明伟采访报道。